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懒人版的凉皮。一小碗面粉，加适量的盐，增加筋性，用水和匀。我用了一碗半水，和成面糊状就可以了。然后醒一个小时，醒面的时候我们先准备辣椒油，大蒜拍成末，适量的食盐，再加适量的辣椒碎，两勺熟白芝麻。锅里烧热油，放入花椒炸香，捞出花椒，把花椒油分两次浇在调料上，然后加五克生抽，十克香醋，辣椒油就配好了。准备一个平底的容器，刷点油以免粘连，舀一勺面糊，让面糊分布均匀，放进开水锅里，待稍微定型后再摇匀一下，然后盖盖小火焖3分钟，3分钟后取出，稍微冷却后凉皮就可以翻出来了，这样的凉皮感觉还不错。按照这个方法多准备几个，晾凉后切成条，再淋上辣椒油，配上黄瓜丝、香菜，一盘懒人版凉皮就可以吃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关注、收藏并转发，谢谢大家，明天见。美食就在你身边。